很久以前，我与金蝉子还是同门，他是个认真的人，看不得灵山从来祥光瑞霭，山下却遭着苦困天灾。他说凡诸众生皆有慧根，何以只有你我高高在上，其他人就只配磕头烧香？我说因为他们不如你我。后来他犯了大错，重入轮回，又收了几个徒弟，可结果如何？徒弟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连他自己也躲了起来。要我说，这些去取经的都是废物，信什么狗屁如来，不如我自己来。坐着大宝正是为迷途之准备，你且进去护上一物。你这笨货也被那老贼抓到了。这大豹比以前邪门多了，竟养出了此等厉害妖物。估摸老贼借了大师兄的道行，把这破袋子又缝补了一番。你去上，先杀出去再说。安静于兰会上，父亲说终生之苦多因不生事，大群众要我说话，你
杀生，头昏，无主血，头大，强弱如我风，不知音，一切有情之欲，不忘。斩断四国方夜半，与口同居王。Stop.
的放下，放下，放下自己的刀，放下自己的偶像吗？你不能从你一笔一笔他做以后很远难，愿由我来助你吧。为他人而战，迟早也会死在他人手上。吾皇眉只为自己。
仙界处早先拐了我的宝贝下界，又借大圣之力把我的后天袋儿变成了销魂夺魄的邪宝，还化作我模样，假我之名诓来了许多旧仇，一心逞能报复。哎，大肚皮，我早该猜到是你。恕罪恕罪。哼，管你一次我信，管你两次猪都不信。我也不信，谁知这孽畜胆子这么大。我本要亲自收他，不料两位施主先到，不能。你自是福大命大，而他年纪轻轻竟如此了得，这回或许没看错人。莫讲这些不帮衬的话，你那黄眉小儿失足淹死是小，大师兄的东西若是丢了，再找寻起来就难了。你那九齿钉耙，且借我用用。